我在上海7年了，住在我家里的任何一个亲人没有来看过我一次。我现在要去看看他。那妹妹嘞？妹妹在哪里？我们去找妹妹。没有，不是被妹妹放养。对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是老鼠。讲台语，你讲台语。你先回来。大嘴气。还是你有新的女朋友，只是不是小姐。你不可能会认识正常人啊，可以认识那种什么舞女的那个啊。我听说妹妹啊，因为她前阵子闹太大的风波，天长都在大陆啊。听你们讲说，她在酒店啊，一个礼拜都跑5天。我要去福利街扑到上海去。她不是说我的7年都没有去看她吗？我在上海7年了。住在我家里的任何一个亲人没有来看过我一次。我现在要去看看他。我们在前阵子不是又开直播，然后跟大家解释说他忧郁症好了，然后妹妹的状况是怎么样？就妹妹看到就发过来发疯说，为什么他没有用家里的资源？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他？我们到上海了，妹妹就在机场等我了。已经带了吗？对。那妹妹嘞？妹妹在哪里？我们去找妹妹。没有，不是，她现在还在开会。她不知道来接我们，还在开会，正在开会。所以我们自己先去饭店。对对对，被妹妹放养。她在哪里？怎么来的？来的。那你在什么公司啊？我等下带你去。这是老鼠。你讲台语，你讲台语，你讲台语啊？那先回来。你看到怎样？老鼠，老鼠会？没有，没有，错的。是国企耶，国企。来，国企哦，第一财经下面的国企。啊，那个你的哈已经败掉了。你跟他分手？分了。真的吗？对啊，真的。还是只是爸爸来的时候短暂先请他离开？没有，他真的有请他离开。那 Amy 嘞 ？Amy 不行 ，Amy 不行。两个都是那个酒店的嘛，钱都被他借了，借他很多都被他拿走了。他说要举报姐姐是，真的啊，是 Amy。他们看那个直播，以为说是你要举报姐姐。屁呀，不可能！看清楚那个字，不可能啊！网友现在就说得很清楚啊，他说我从来都没有提到姐姐过啊，而且他们两个他们搞事情，然后发现他们两个去外面接案子。对，啊，我不是照片都有了吗？然后我发现之后，他就说那我要举报你们两个，说就举报你姐什么偷懒嘛，是我拍的，我就发疯了，我说那我要死过来曝光你这个变态，爱才打你女朋友巴掌。对，然后就上新闻了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，然后他寄这个信啊，在那鬼扯蛋啊，对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到底状况是怎样。那我们那个时候直播完有对你影响很大？废话，你知道我们那公司有多夸张吗？那时候他们看到如果驾证不回台湾，你要怎样？我就是住在这边的了。哎呦，你穿的臭干！这是谁的鞋子？这是他不要的鞋子。你换女生的东西啊，在这边他跑掉了，跑掉一半跑掉，你要酒店的。都在这边，你看吃毒嘞。那可是睫毛。哎，他在这边坏话就往上。这里是卧室。刚才逃走了，你看。哈哈哈哈逃走了。被发现了。我就在这边住。他刚才打电话叫他走，先走了。没有啦。还是你有新的女朋友，只是不是小姐。你有新的女朋友了。所以你也没说话。你护照嘞？护照真不见了。我怀疑那个护照不是那个 Amy 偷的，肯定是他偷的。对，认识的不三不四，浪费多少的时间在这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可能会认识正常人啊，可以认识那种什么舞女的那个啊。你看，又顶嘴。那又来，我去跳舞，人家姐姐阿慧说，正常你应该要去运动。我们是正常，不是像你这个。猴急摸狗的，我们没有猴急摸狗啊！不要再臭屁了，你银行的钱我看看，已经太多了。但是我们要不就现在过去？啊，他的小姐费用怎么算啊？一个小时800块。啊，包厢要不要钱？7000。7000是折台币吗？人民币。人民币7000，卖去。可是他已经付定了，对不对？定金多少？2000。请用台币啊！姐姐好，跟姐姐问好。姐姐，叫。嗨。你为什么搞那么多事情出来？没事没事，他跟你道歉，他跟你道歉，也没有搞什么事啦。跟姐姐道歉，叫你讲你不会哦。他说那个是 Amy 讲的，对啊，不是我说的。但是他不管，没有人会知道 Amy 会没有知道说会举报我这一招，这只有妹妹。他现在有个新的，那 Amy 走掉。不是，你先不要讲啦，没有啦。妹妹为什么不正常？你问姐姐，我通。搞直播了。不会，他不是这个料子，直播他没有这个料子的。现在哈。不会了，他不会了，他不会，他不会。我现在要跟他去酒店，
啊，明天哈、哦，我也开跟他去那个百老汇哈、哦，那舞厅的。你知道那边酒店很贵耶，你们会不会？我跟你讲，跟你爸爸付得起没关系，我去看看究竟如何。我知道我的点是说，特美美平时那些不良。不会，他不会，不会，他没有在国台，因为爸爸会进来的。我跟你讲，家里爸爸会来住在这边。我也抬不起头啦，我这边从哪里挂？专门干什么？我要把他带回去，带回去当里长啦。这都在我们公司哈、哦，拍那个抖音就好了。好，先挂掉哈、哦，嘉玲。你住哪里？你认识他？你还有下一点。在大陆有看过这个人吗？乔乔是吗？他是啊，你也知道强强啊？不知道啊，我会看他是谁啊？我是他爸爸。上海女孩子哈、哦、都很厉害。没有，这个红毯你是花钱去做的，还是自己做出来的？是自己的。这样子哦。还是叔叔要摸摸看。可以摸，我们不要摸。账单来，两个八百，两个现金，1800。我们刚刚去了酒店啦、啊，因为上次不是来那边拍吗？拍那个影片，导致那个人家那家店已经倒闭了，然后现在搬家，搬了还换一个名字，然后说完全不能拍，他现在怕我们怕要死。因为我今天来体验一次看看，至少有200位的小姐，他们都没有好好的工作，这景气是不好的。点了一个1000的，一个800的，包厢费是7000块，这是坑人的啦。那你们觉得你今天来到上海怎么样？看到美美的生活？枯燥无味了，这个地方不好玩。